开两会啊，总有人提一些这个蛮有意思的这个提案。你比方说上海的人大代表钱晨啊，钱晨也是著名的滑稽演员了。他在这一次的这个两会上面提出了建议，在上海市轨道交通网络上增加上海话报站，报站的规范顺序为普通话、上海话、英语啊，这个三语报站的呼吁已经持续多年，而事实上在上海的16号线和17号线上也都产生上海话报站。那在全国来看的话，也有很多地方已经用了这个方言来报站。那更不要讲像香港啊，这个粤语报站也成为一道风景啊，海整啊，对，这个但是用上海话报站这个问题，大家比较多的纠结是，这个车厢已经够嘈杂了，还要用那么多种语言，是不是顺着都要报一遍呢？实际上我经常有这个坐过地铁坐过站的体验。为什么会过站呢？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注意力放在听报站上，报站声音很小，所以很多人也提出无声音的这个报站，就没有音，不要有声音。很多地方你特别像坐火车或者说在国外的话，大多数情况是没有人报站的就是字幕显示一下其实某种程度讲，我们可以通过灯光啊，通过字幕啊，通过风鸣声啊来提示有站，而站台上的字呢现在是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清楚通过这些方式是不是也都能够让这个出行的市民得到方便，而没必要在地铁这样的出行交通工具上去提倡所谓的文化传承。